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南，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一天不练手脚慢，两天不练丢一半，三天不练门外汉，四天不练瞪眼看。人类的大脑不是像计算机一样，需要什么就可以提取什么的，人是会遗忘，就像我们长时间不写字就会手生一样。那么想象一下，如果一个人长时间不说话，他是否会丧失语言能力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语言是终身制技能，符合用进废退原则，就像练习口才一样，只有通过不停的说话才可以。有语言学家研究过，当语言功能被阻断禁止使用后，低于一定的使用频率或值肯定会逐渐衰退。对于人类而言，一直不出声的话，慢慢的就会发不出声音了，最后就变得像蚊子扇动翅膀一样小声了。虽说人会随着年纪增长声带逐渐萎缩，发不出很大或者很高亢的声音，但我们现在也不出声不说话，就会加速声带的萎缩，而且长时间不说话会使口腔的肌肉产生退化，某些发音动作会显得很陌生，甚至对自己的发音感觉很晦涩。同样的，长时间不说话，脑子会变得迟钝，特别是语言表达能力严重退化，说话没有逻辑，没有重点，导致不得不与别人交流的时候，对方摸不着头脑，会因此进而增加与人交流的厌烦感与对自己的厌恶感，最坏的情况是走向抑郁，一旦这样就可能会失去发声的机会。但是究竟多久不说话才会影响语言功能，还没有听过有人做过严谨的研究，你们今天跟谁说话了呢？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，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。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，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，欣赏最新奇创意生活，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。